秋天是赏枫叶的季节，台湾的红叶季多半从十月开始就展开了，而游客很多人都开始提前抢订客房。武林和林山十一月的订房已经八成满，最受古人瞩目的台中福寿山农场十一月住房已经抢订一空，十二月上旬假日也是一房难求。而台中东势林场、大雪山还有南投奥万大、溪头等地的赏枫季大约从十月中旬开始陆续展开，周边饭店民宿选择比较多，所以有计划赏枫叶的民众可以多多参考。